是第五届别全国性代表，我是中华联谊中华海外联会的理事，当然是顺从民意啦，系嘛，咁啊再亦都希望能够即系我哋而家好多房屋嘅需求啊，年轻人嘅就业机会啊等等啦，系啦，我哋而家睇紧嚟紧仲有半年啦，咁就民间嘅需要啦，而家大家都知道啦，房屋系好紧要啦，就业好紧要啦，未来香港嘅经济好紧要啦，系咪先？因为一睇佢哋对我哋香港嚟紧呢半年香港嘅样嘢咧，大家都需要去了解咗，睇住你政纲，要一一去参考先知道。娱乐事业梗系支持我哋娱乐事业啦，系咪先？因为娱乐系带动好多，你睇下今次奥运，大家几开心，样嘢有鼓舞嘅好嘅消息，正能量嘅嘢啊嘛。咁希望我哋娱乐界都能够有啦。咁呢个希望政府嘅支持，呢个都好紧要，呢个对我哋界别嚟讲更加重要啦，系咪？